我们都知道啊，水呢可以放在像阶梯这种非实体的方块上。那我就很好奇了，我们如果把鱼放进这些水的话，它会不会死啊？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？哎，不对啊，它好像会游出来。我们用玻璃挡起来好了。来，我们再试一次啊。嘿，哇，好像只要把水堵住的话，它不仅不会死，还可以卡在里面呢。那半砖呢？半砖的话试试看。哦，半砖的话更猛了，它直接游不出来是吗？感觉这会是一个不错的装置艺术，我的天啊！那箱子呢？箱子试试看啊，试试看。哇，它直接埋在箱子里了。哎，不对，箱子它会浮上来。说鬼啊！OK，最后就是树叶哦。树叶的话，我记得也是可以放水的。哇，树叶的话感觉更有趣了，而且树叶好像不用旁边这些东西耶，这感觉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装置艺术。我天啊！放熔岩好像也可以，只是熔岩看起来就好像有点可怜哦。总之，今天的影片没有鱼死，真是可喜可贺。